世贤，世贤哥。哇，世贤哥好帅哦！世贤哥，世贤哥，哇，偶像偶像，看过他真的多少部戏耶？对呀、啊，而且你看，真的是越活越年轻啊。对，世贤哥到底是怎么保养的？都踢足球吗？对对，没有跑步了，跑步，跑步，做一些有氧。运动、哦，所以说有氧运动很重要。对啊，钟哥也是有氧运动的代表哎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也很喜欢跳那个《本草纲目》啊，跟刘歌宏一起啊。是，但是每次看到世贤哥都很开心，他不单单这个，他的歌曲都入围这个金曲奖，是，也是算是金曲歌王了、啊。而且他最主要他的演技，我每次都想跟他探讨，怎么样把戏演得好这件事情，因为伟宇好像。对，因为我想说，我下辈子如果也没办法拥有佳佳的声音，至少我下辈子可以来演个戏。对，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吗？他想把戏演好。对，要怎么样？其实他蛮上进的、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他很上进。当一个艺人哦，最吃香，最你要看他的脸。哎呦！哦，巴掌脸。啊，对。我也是巴掌脸，来。你说打巴掌不吧？对啊。所以基本上脸要。巴掌脸，女孩子是最适合，对，比较吃香哦。可是她常常会因为她的演技稍微比较，就是比较浮夸一点。如何可以进入到一个角色，可以帮忙她？要很沉稳的进入，有没有方式？对对对，什么方式？如果要看什么戏啦、啊。有时候你要情绪要来的时候，对，像我个人，我就会在躲在角角里面。哦，自己的空间。对，然后你要去揣摩你现在的心情。对心境、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常常导演要叫我们演哭戏，真的哭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都已经快要戳瞎自己的眼睛。有没有哭戏？有没有方法教我们两个一下？因为我觉得哭戏能够哭出来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有时候要自我摧残的，自我摧残，怎么样摧残？戳自己的眼睛，你要把自己幻想成是你是全世界最悲苦的女人。哦，悲苦哦。然后把心里面。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上都有几个抽屉，对，自己觉得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，但是悲伤的抽屉把它打开。讲到哭戏这件事情，因为世贤哥算是台语也非常好，非常厉害。毕竟在几个你看角头啊、manga 里面啊，然后都讲了很多台语。其实今天世贤哥来，我比较想要听他讲台语，讲台语。毕竟来到 manga， 当然有点 manga 还会考，对不对？来跟我们青山宫所有的好朋友来问好，用我们台语来方式来跟他说一下。青山宫的即个好朋友，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世贤。今天非常欢喜来到这个所在，唱歌给大家听。嘛，借这个机会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大家大赚钱。谢谢。华贤鼓励一下。哇，还有举这个世贤哥的牌，来举高一点。哇。晃两下，晃两下。世贤哥，哇，后面还有，你看看，哇。真的耶。可见真的很多人很喜欢世贤哥。那今天来这边呢？不单单。跟这个世贤哥的戏演得非常棒，他的歌喉也是大家很喜欢的。我以前主持这个选秀节目，他的歌几乎大家都会选来唱。对，那今天一开始要带来什么好听的歌给大家？我带来之前拍过一部日政当中的主题曲《一片天》。一片天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后面的朋友，麻烦举个手让我看一下，好不好 ？Hello。我们的社会，人人拢艰苦。不通小心别人的同情，你的无辜。当初怪我太糊涂，对着别人的脚步，轰动的过去，谁人无？站在黑暗中，有沉重的气。不知何时才会当回去你的身边，抬头向天吐公平，甘命运吐一口气，真正的正义在佗位？我用生命
谢谢。站在黑暗中，有沉重的气味，不知何时才会当回去你的身边。抬头向天讨公平，但命运讨一口气，真正的正义在哪里？再进下一首歌，谢谢。哇，现在好棒哦！马上有什么事情就可以直接通。OK， 仁哥哦，我在这里讲仁哥要小心呢。没有啦，拍戏哦就是这样。我曾经呢在邦嘎这个地方啊拍过邦嘎，那这部戏呢也引起大家的回响。啊，跟大家的支持。啊，当初呢，演这个角色呢也是有一点点机缘。那这个机缘呢之下，然后造就了这样子的一个成绩，才有接下来的格头。啊，都是演一些比较压力亏靠的啦。好、啊，我相信在座的喜欢看的，举手一下。哦啊，无啥人都卖演啊。没有了，开开玩笑。那其实拍戏呢，对我来说，这一阵子常常在拍戏。接下来呢，啊，除了被害者之外呢，我们角头也继续相继的也要开始拍摄。所以说，接下来很少事前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演唱会上跟大家见面。今天非常开心，借由我们青山宫的邀请，然后能够参加这一次的盛会。啊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啊，送我的。哦、oh, ，Thank you， 我也很想你。哦、oh, ，谢谢。哦，这高追耶 ，Hello Kitty， 嗯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继续来唱歌，音乐请，谢谢。这首歌什么歌？也要请呗。也要请他告诉未来哦，好不好？世来世去骑阮的脚踏车，等待你下课，陪你每天做阵行，轻轻心内话，伴着车轮脚踏声，阮的希望拢寄伫这。树顶的鸟仔不时来偷听。听咱谈恋爱，快乐约会的心情，阮的纯情梦，为你每天藏在这，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。
会听到哦。哦，楼上的 ，Hello， 嗨。上一次青山宫的邀请好像是在环道那边啊，这一次离我们青山王更近了等一下要去来参拜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继续带来这一首《情难忘》，希望各位喜欢。Yeah。
好，接下来带来一首比较平常比较少唱的歌啊，这首歌呢也比较有一点味道，这首歌叫做胜者为王，希望各位喜欢。那你不能下去哦。OK， 先各位握握手好了。成功，成败无常，可比起落的太阳，再现江湖，掀起温暖的波浪。站在一个混乱的世界，甲人在输赢，每一个暗淡的深夜，有谁人看见我的孤单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心想事成，美梦成真，永远都有一颗年轻的心。谢谢，拜拜。疯狂掌声，谢谢王世贤，世贤哥。接下来。